过马路哦，先过马路哦，还有十秒。150周年，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国会大厦，国会大厦它那个楼顶的那个合体，那个钟有有这个差不多92公尺左右，92公尺左右，然后左边这两个像眼睛一样啊、哦，眼睛你要像眼睛一样，这两个就是行政人员跟议员的办公室，然后有人说上面那个钟啊，那个钟就很，它是仿造这个伦敦的大笨钟的那个就是。然后我先带大家去看那个百年火焰哈，现在是9点钟，大家可以往前，不能进去哦，你可以往前到往前那边很多拍可以拍到的地方，9点半准时这里集合，我还要带大家去看运河，那我们先带那个看火焰也的意义。百人火焰，好，我你甲拍。想讲迄有水也无，俺家己等。快嘛，扎着含迄间拢起来。啥子？嗯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子好。这，嗯，你说。这个是国会大厦嘛？哈。正面这个。正面国会大厦啊！这个呢？办公室啊，这边。议员跟行政人员办公室，现在听得到吗？啊，这边呢？听得到吗？有听得到。听得到吗？有。有听得到吗？十五哎，我再换一个给你。我也是十五啊。奇怪，两边耳机都差，有没有差几？耳机有没有插？有没有插几？有。然后电源有没有？有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，音量。这个是最大的。音量。你试试看，听得到我讲话吗？耳机装着，听得到我讲话吗？好像没电呢。我都听到你。对，等一下，你先听得到。还没有吧？一般的。睡啦。到遐，今日蛮会翕嘛。遮先来翕啦，好啦，先为遮来啦。喂，你是要走到底啦？
较紧诶，好无？我咧聋影呢。老诶，这无要紧啦，这无要紧啦。我上上正面遮翕翕，翕这个一个，啊上遮，可能可能嘛袂水啊。哎呀，行行行，22分啊啦，可以行。前面城堡是老的旅馆。右边，这是国家纪念碑。下面这就是丽都运河。这边就是那个我们等一下集合的地点，这个整个都是就是丽都运河，还有那个水坝，那个船的那个，然后我们在这边。那啥，那什么鸟啊？哈哈哈！哈，那鸟啊？天鹅。禽类。这条是运河啦，那小镇要那防，那啥防止美国人来，吼。这条是人工运河，也升降哦。
这水闸门。水的关系。大便。哦哦。咱阿姐。这是阿哥啊。搞不清楚。好。这是加拿大的总督府，加拿大的首都伫伫这个位，加上渥太华，渥太华，十点二十。走头前，再搁走倒转来，总统府就伫内底面。你要厕所啦，你要厕所。你要厕所。这是总督府啦，加拿大的首都是啥啦？渥太华，总督府伫这个位。啊，总理就住伫外口对面尔。啊！那家雪夫人，好、哦，雪夫人对。哎，大官来就甲整一张去啊。这间就叫总督府啦。啊、哦，那那大官来，现在迄拢甲种一丛，种一丛饭啊啦，啊这，种一丛饭啊来做纪念啦，好无 ？OK， 哎，我甲你录影一下，录影一下，叫做总督府啦。加拿大的总督府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这周边的树啊，那一个大官，英国还是法国的大官啊来，另外就改种一丛树啊。我就给他标名在里面，啊，就永远做纪念。
还阁等一群人嘛吼？伊要甲收起来。哎呦！树正天，树正天，大喊北北各自由万岁，加拿大政府。这边是法院法院，咱老村的主街教堂在上后边。
利亚广场，叫做塔利亚广场。那你会看有弄啊？有啦有啦。要进哦，会使过。卡地亚，卡地亚，卡地亚广场。他第一个在十，卡地亚广场。他来到，发现了这个威廉特的地方，所以现在比较不顺啊，就是然后再往下去。来。这个是哪？来个，搁一盖，徛一边啊。完了，完了哟。来。来，这边啊。我先介绍，我先走，你要跟他讲飞怎么飞，然后我是这边。这里有一个雕像哦。太阳马戏团在遐，在遐咧表演。马戏团在这表演呢。然后你看这个方向上面就是街道，我们刚刚从这是港区，港区。走了。海盗船。无聊。是仿造的海盗船。
港区，而且是法国的那个皇冠的标志，是法国的，也像说就皇冠的标志是法国，是法国皇室像讲法语的，所以讲非洲，非洲就是。非洲就是讲法语的，所以讲魁北克遮足侪非洲的人过来。